大家午安。今天高雄有四个本土的个案，是属于过年期间家人之间的这个传播，那在这个家人之间的部分，等一下详细的议调，我请这个潘基正来跟大家做说明，但是我们首先还是要感谢，因为发现这个我们第一个个案的是我们一家。非常机警的基层医师的诊所真的要非常谢谢你因为他在这个看诊的时候也发现说这个小朋友有这个发烧咳嗽的症状就立刻的给予快筛那快筛阳性所以就转介到医院来进行采检那我们从这个110年的第34周到今年的2月8号、我们总共快筛了16909人、所以各位看到说在开学之后在这个春假结束之后其实在筛检的这个部分的比例又开始上升、那我们也在昨天、就抓到了第一个后来经采检是 PCR 阳性的、那虽然塞了那么多都是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但是也发现了一位 PCR 阳性的确诊的一个个案。那所以我想疫情总体来看还是在说在这个原来的高雄港的群聚感染那逐渐的落幕。所以我们在2月7号、2月8号开工前的这个普筛在高雄港的部分。到昨天已经筛了23484，是没有任何的确诊个案那造船厂是2875，也是零确诊个案。在旗津，真的再一次的感谢旗津的社区的南岸乡亲时代大家配合，拢总16478，嘛是零确诊个案。那换句话说，在原来的我们比较担心的高雄港的群聚有关的这个感染，其实从这连续3天来看，那这个应该在我们这个大范围的这个框列隔离之后，那在社区现在是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低。那今天的四个这个个案都是属于在春节期间家人之间的一个聚餐那详细的刚才我们还在清查因为它也涉及到一些跨县市的移动。那也有亲人间的一些往来那我们逐一的罗列各种的可能性，那一项一项的来排除所以感染源的部分我们现在正在厘清。那详细的这个议调我请潘基正来跟大家做说明。是，谢谢市长，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今天高雄市新增4例本土个案，那其中3例是跟家族的一个聚餐有关系了那我想过年期间，在家族之间亲友的往来是相当频繁。那在2月4号，总共1938、19382，就中午跟晚上都有参加家族聚餐一边是母系的家族，一边是父系的家族那到2月4号的晚上，那这个聚会上面19380、19381、19382。就在这个聚会里面发生，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在过年期间经常我们在家族之间的往来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这三位的确诊个案 CT 值大致分布在14到16之间也就是说在2月9号我们今天公布的时候，那我们 CT 值看到的是很整齐的一个状态，虽然其中还是有一些高低的区分。在2月4号19382的聚餐大概在中午人武住家这个部分，那总共有12个人参加聚餐，除了19382之外，全部的家族成员我们已经框列采检，那结果都是阴性的状态。那显示19382的虽然后面是知道确诊，但是基本上在人武住家的这个中午2月4号中午的一个风险是比较小的。
在我们追溯及感染源的状况之下呢，那大概溯源疫调以及相关的一些采检是必要采行的一个策略。那当然在疫调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厘清相关的一些位置。晚餐的时候是回到男子的住家，在男子的住家里面，那19380、19381、19382好，分别好是坐在这个不是相邻的位置了哈。那但是呢，在吃饭结束之后，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这三位以及连同另外一位亲戚呢，是在一个一样同样这一户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那四个人是在玩手游哈、哦，玩手游，然后呢，也接着玩扑克牌，好、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三位大概就是因此这样子而感染。那当然，在另外一位的部分，那可能机会也不小，只是说目前的检验是阴性的状态。另外，在2月6号，19380也协同他的这个有亲密的比较友好的友人哈、哦，那各自携带各自的这个伴侣哈、哦、这个，然后一起去吃饭。那其中这四位里面，除了19380确诊之外，另外的同行的一名友人19401也接了确诊。那我们可以看到19401它的 CT 值就有很明显的差异，那显示这不是一个同一波段感染的一个个案。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溯源疫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那当然同桌的三个人也是我们框列隔离，而且密切监测他的一个生理征象是不是有发病的这个对象。那紧接我们公布足迹，在19401的部分，2月6号在晚间7点到8点有到仁武八德南路的这个逸品锅这边消费。19381在2月2号有到大树的基林海产店这边消费。2月5号足迹比较多，在大树老乡牛肉面、义大世界的全家便利商店以及这个一楼的斜区，那国宾影城以及麦当劳，还有购物广场鞋店这个部分都有足迹停留。19380在2月6号在7点到8点是到一样是仁武区的逸品锅，还有在2月7号是在男子土库的家乐福新南店这边有足迹停留。以上是今天疫情的说明。好，谢谢潘基正。我想这个在过年期间那因为这个家族之间的聚餐比较频繁那当然吃饭的话在家里面的聚餐一定是口罩一定是会拿下来那我们也发现这个比较具体的有三位其实他们呢在聚餐里面这个同桌的这三个人其实是因为看起来是在一个比较小的三平方，另外在密闭的空间长时间的这个相处可能是打桥牌还是打扑克牌等等的这些的聚会其中两位是小朋友那一位是20岁的这个男性那所以我们的判断应该是在这一段的2月4号的这个聚餐之外的这个密闭空间的一个聚会，那其他到目前为止采检都还是呈阴性那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说在聚会的时候就能够尽量，假如说这不是同住家人之间彼此的聚会，假如在这个吃饭之外的时间还是尽量说能够戴上口罩那持续的我们在几个地方包括在大树因为这个个案在大树乡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区公所有设立一个社区筛检站假如有相关的一个足迹，咱大区的乡亲那有需要是知影讲，我迄个时间点就伫迄个所在我拢欢迎你来大区区公所，9点到12点
啊，下晡一点到五点，暗时啊六点到九点，吼，会当扎健保卡，去啊做筛检。啊，那在社区的这个疫苗接种站的部分，好，我们在2月11号到12号在大东的文化艺术中心啊有莫德纳疫苗的接种。那在高雄港的部分，我们要服务我们的咱港区咧做工课，咱这许多朋友哈，离36号观测站加第3、第5会轨中心哦，离在这里啊拢有这个疫苗的接种啊。那你基丁区哦，港宽哦，咱那里基丁诶时段哦，因为阮咧看基丁的部分哦，第三季的疫苗接种的状况较无遐好哦，所以你要住莫德纳，离基丁校区，咧高科大基丁校区加雕龙宫哦，那咱基丁的时段啦去现场住疫苗吼，会送咱的金致米啊，75岁以上的长辈嘛，送500块的礼券吼，对。拜托现场吼，大家若拄着咱的长辈时段，会当让伊先住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咱有咧特别注意的75岁以上的长辈，第三季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加强吼。所以拜托你若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若要住这个疫苗吼，甲阮通知，咱区公所拢会派车去甲你接送吼。拜托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当共同配合。另外就是讲，咱哩这个小朋友要开学啊，吼，即几工起伏拢咧大盘点、大稽查，吼，针对好好的部分，所有倾销的防疫措施啊，拢特别咧注意，吼，所以包括市长、副市长啊，甲咱所有的主管，啊，拢去好好啊，即摆开始咧准备开学的代志，吼，那所以嘛，拜托讲咱的小朋友，第一工上课的时阵，吼，这个即摆拜五拜托。那所有的卫教吼，甲防疫的措施，阮一定会甲顾好。嘛拜托大家家长，甲咱的小朋友拢来大家遵守我们的防疫的规定，让我们团结防疫，把我们的防疫工作做好。那以上是今天的记者会跟大家做说明。好，谢谢市长。那我们接下来请媒体们提问哈。那请媒体朋友在提问的时候，麻烦说明您的单位，并请简略说明您的题目，谢谢。自由时报提问，请问一下那个大树那个确诊的家人，他们在男子聚餐的17个是都是高雄市的吗？还是有外县市或境外回来的？那目前框列裁检的，就是除了3个确诊以外，其他人是也都已经裁检了吗？那另外想询问一下，就是饮水人的部分，因为那个航港局那边会裁罚20万，那高雄市的医传染病防治法也会再开罚6到30万，那这个是不是有一罪两罚的争议？那卫生局这边有裁定要罚多少了吗？谢谢。好，谢谢提问。那我想在整个疫调的过程里面，那所有的族系参加的位置以及在里面停留的一个状况，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很明确的一些掌握。所以在以家族作为单位，在数个家庭的组成当中，那不管它来自何方，那这个部分我们依既有的机制，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建置有相关的 trace 系统，我想不会有遗漏的状况。相关的裁检以及框列还有疫调以及相关的隔离或者是这个必要的一些指定地点裁检工作，我们都已进行。好，那目前检出就是3位阳性。好，那这个部分附带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有关于在这个开法这个部分，我想卫生局这边掌握的是交通部基本上对于这位个案的一个裁检是基于他未依规定完成必要的一个筛检程序，然后就登船。那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这边是针对目前在高雄港的一个疫情风险，在当下制定的这个筛检策略 PCR 之后第三天 PCR， 然后再发给快筛试剂，然后定期家用快筛完成之后，在开工前再进行 PCR。那这一位显然在第二次 PCR 的时候就没有遵照这样的规定，所以基本上这是不同的一个行为，所以不同两个事件，卫生局这边一定会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43条进行相关的处分。好，
这是不同的行为，不同的处罚。简单讲是这样。因为他19号他们七天要快筛，他没有遵守规定，他也没有遵守海港局的规定登船，所以这个相关啊，我们是针对他在春节专案里面的PCR 的采检，他都收到5次的通知要做 PCR 采检都没有来的部分开罚。好，来谢谢市长。那请问在场媒体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代替那个东森跟环宇想请教哈。那刚才在议调过程里面，那个说明议调过程里面已经明确说明，那议调议大哈，昨天晚上的议大的消毒是跟那个整个确诊足迹有关哈。那想请教就是说，高雄市新增的这四个案例里面，其中两例是国小学童，是否会影响开学？那学校是否会进行大消毒？好，我们刚刚已经做过说明，就是在学校的部分，在这几天，不管是任何的防疫的措施，包括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都必须遵守教育部所颁布的这个包括要打满2剂的疫苗，或者是这个这个没有打满2剂的部分。就要进行这个 PCR 或快筛，在上班前，这个是我们教育部现有的一个规定。那相关的防疫的措施跟作为，我们也都持续的在学校加强清消，跟整个防疫工作的一个准备，包括隔板，包括这个上课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准备的工作，那假如有确诊个案，我们高雄市的作业的规定，那也假如说一个学校有确诊个案，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学校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停班停课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这个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过年刚结束，那在很多的这个南北的移动家人的聚会其实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频繁所以假如有呼吸道症状那就诚如我们今天这个个案他到医院就诊，我们的诊所医师也立刻的协助转诊就能够把这个学校的到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风险能够再做一层的一个把关那学校的部分我们也会特别来加强我们整体的校园的防疫的工作。那至于义大确诊的这个部分，我请潘基正来做说明。是啊，我想在刚刚公布足迹里面就很清楚的有说明，这是19381在2月5号的一个足迹。以上报告。也要特别提醒家长在我们现在即将开学那校园的防疫工作我们也采取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标准那假如说对孩童的身体的状况有任何的疑虑，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能够不管是到诊所或者是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来进行这个居家的快筛我想这个也需要在学童前在准备的时候也务必请我们的家长跟这个我们学校大家能够共同来努力。好，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大家好，我是台湾灯会大使戴姿颖。为了落实智慧防疫实名制，参观台湾灯会在高雄。